新地位，让桃园成为国门大臣、科技重镇，更成为一个友善宜居的好地方。大家讲好阿无？以上清德对于桃园的规划，大家有赞成阿无？清德啊，东山总统桃园一定会更加好。大家讲对唔对？落雨天啦吼，足感谢大家安尼。哇，天气这么冷，从雨刷拢无走呢。哎，阮大家用一个姜甲大家说多谢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另外一方面，落雨天请大家来甲大家报告桃园的建设计划，安尼有诚意无？有。请大家嘛真有诚意哦吼。所以大家若有认同请大家建设计划，咱大家斗阵聊落去好无？大家拢做请大家总干事好无？另外，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国家的建设啊，若要成功，除了总统、副总统爱有心以外，咱一定爱有立委支持到力量啦。大家讲对啊？唔对？对。第一选区，拜托大家支持上个做工课干事长二号郑运鹏，好不好？可以讲有当选连任，好唔好？第二选区上清早、上专业的法律立委一号黄世杰，好唔好？司法委员会如果赖清德的环岛拼图来到第四天，那今天呢会陆续抵达新竹、桃园、双北跟基隆。早上是到了新竹，刚刚我们看到的最新画面呢是抵达到了桃园，现场呢是拼出了台湾的湾字。